广告时间，有哪一位会友们要来上来宣传他们的例会还是比赛之类的？有吗？有。好，各位朋友，大家晚上好。所以其实明天我们大白鳌东竞技花语讲演会有我们会内比赛，然后在大白鳌南 CC， 然后它的地点是对的 ，OK， 大白鳌南 CC， 然后希望大家能出席，好，谢谢。下一位，周福祥。我叫周福祥，是游乐市创意讲演会的文教副会长。这个星期四晚上，本会将举办幽默演讲及评论演说比赛。我们是双语讲演会，所以我们用双语举办我们的比赛。当然，我们的演讲是用华语进行，但是我们有两位司仪，一位是印度同胞林哲，他19岁。他将用华语主持比赛，然后我们有另外一位资深的会友林碧娟会友，他要用英语来主持我们的双语演讲比赛。你们要不要来听林碧娟说英语呢？要的话，这个星期四就来游乐市双语讲演会参观我们的演讲比赛，谢谢。地点就在乌洛水池路，我们的宣传已经广发给大家了，我可以再发多一次，谢谢。大家晚上好，我是曾华优，来自洋错感华语讲演会，我邀请各位大家一起来参与我们的这个幽默性比赛，在10月6日。下个星期五在富州会馆的5楼，所以有请大家，欢迎大家来观摩，谢谢大家。10月22号是在永春会馆，到时请各位大力的来支持我们，我们将会每个人会展出他们的才华，希望大家光临，谢谢大家。大家晚上好，我是哥本巴鲁的秘书副会长，我诚邀大家来哥本巴鲁幽默演讲及评论演讲，我们是在10月3日星期二，在哥本巴鲁民政俱乐部3楼会议室，欢迎大家前来观摩、批评、点评，谢谢。还有吗？还有哪一位？难得机会哦，快来快来！大家晚上好，我是蔡翠英，来自茂桥和文理。那么明天呢是文理的会内幽默与评论比赛，欢迎大家出席观摩。这个星期四在这个地点桂花林就有潮语的幽默比赛，还有中秋晚会庆祝会，欢迎大家出席。接下来我们在10月15号是 View 分区的幽默与评论比赛，还有10月19号是 L4 分区的比赛，在大巴窑中，而那个 V5 的比赛是在玉华，希望大家都能够出席观摩，谢谢大家。